在苏黎世火车站的总站，然后我们等一下要坐车3个小时，中间要转车，就是要到策马特，我们要去找31号可以。欸，超空的，车上全部都没有人。我们在2楼，我们坐轮椅，坐轮椅的座位区，有点差。耶！我觉得这一趟在欧洲真的坐了好多种火车，还蛮满足的。看到瑞士有一个污染的来源，欸，它烟超浓的耶。你干嘛拒绝看瑞士的污染源？不相信他在这边。刚刚那个地方在德国。他的烟超大一桶哎。这边就是烟火十足。我们要介绍一下，刚刚我们在车站买了一些东西要在车上吃，因为我们这台车要坐大概2个小时左右，再换车。但都会吃，但是价格超不简单。我看一下哦，这个是那个炸鱼排的 baguette， 然后第二个是那个鲜虾的麒麟堡，应该超多双黄瓜，超多黄瓜的，我把它挑出来放进去。接下来为你介绍的是我们刚刚买的一些名产，一些纪念品，不是纪念品。实用纪念品，因为我昨天在赶车的时候太突然了，然后我们两个人的雨伞全部都掉在那个 delay 的折叠上，所以我们刚就买了一把，一人买了一把那个自动伞，瑞士的自动伞，对。因为这把伞就是你要把它撑开，撑开，不要了，在荒。荒郊野外很容易，就是走丢的话很容易被发现的一盆。哦，这个啊，这巧克力的包装就超吸引人的，你看，因为我就是超喜欢吃那个叫坚果类的。对，然后你看它就是一个坚果能满到巧克力表面的一个。这多少钱？多少钱？这一个要9.7块，300-500块台币左右。啊，那不行，那不可以，我觉得好贵啊。因为我们这个在瑞士真的很省钱，因为瑞士真的是瑞士货，真的很贵。瑞士瑞士货，这支架太长了，然后忘了带支架剪，所以就只好买了一个，还蛮可爱的哦。瑞士小刀支架剪，但是它木头版的。对，因为我觉得那个红色的都很丑，是真的蛮好看的。对啊，因为这好多朋友。就是这样，你把这翻开来啊，因为它东西其实都卡在这个里面，是你这边那里把它推开来，哦，指甲剪就自己弹出来了，这样很好哎，嘿，这样不会随便乱，然后过来，好不好剪？你接着看，再剪一个，我不要再剪，然后看一下你的指甲多长，好长，哦，好，所以我们刚刚在买的这些，就是要玩这些 ，OK， 我们来看一下美景哦，哇，又是 Windows 说不。介绍一下，我们现在在城市这边，
开车，然后我们就要到终点车门口，所以才是一路到这边，嘟嘟嘟嘟嘟，车程都一个小时多。抵达我们今天住宿的小木屋，耶！噔，看一下你的手指，我觉得好温馨啊！哇，有阳台，休息好的地方，因为完全没有怕被电到的这件事。哇，还有他自己阳台，然后还可以看到很多波士顿派的屋顶，波士顿派屋顶。我们现在在特马特的市区。小镇逛街，小镇超可爱的。小镇每个屋顶都是波士顿派的，而且路上不会有任何的汽油的车。有麦当劳哎，因为我饿了，肚子饿了，我妈去吃瑞士小火锅，就是那一种气势锅，红肚吗？叫红肚。好疗愈哦！谢谢谢谢。那我在德国最爱吃的食物了，就是这个。这个啊，它超方便。它买回来里面是两块豆腐，不是，它里面就一块一块的鱼，然后你只要直接放到我那个烤箱里面就可以吃了，超级方便。我买了一大堆。对，Go。好黑哦。我们只有泡面。听说他们要煮两个小时了。这个香锅菜。然后厨房十点钟就会关门。好香好香。他们在做很厉害的料理。他们做完料理，大家都睡了。还是我们泡面比较实在。对，我们到了。所以这里是公共的厨房。啊？好。就那点，我们刚刚取消我们刚想要吃吃泡面，但是我们刚刚吃了绑肚的。是戏精哎。我现在上桌上水产，要继续吗？不用了。当我打开这个时候还是熟的。我们今天泡面搭配的是鲜虾，在超市买的5.4块特价50块鲜虾，还有啤酒1.多块钱。然后你看，我们只花了5到10分钟就弄好一餐的，他们好像还有2个小时没好。但是是在瑞士买的 ，OK， 很好。去拿一点卫生纸。漂亮哎。去拿卫生纸。这样结束了，拜拜。超久的，然后在路上遇到一位按摩师傅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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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